Hello，抢票如何呀？Hello，嗨，请午安。怎么样？有没有好位置？有没有抢到好位置？好像有点暗呢，我去开个灯。有没有好位置？没有，还可以坐哪里？坐哪里？第一排哦，第一排中间，第一排哦，哦，那可能接不到彩带了。哦，哎，有没有人侧边？你 J 啊、哦？哎呦，啊，侧排这么难抢是不是？啊，J 有点遥远。能看得到就好了，是没错。D，哎，其实 D 也蛮近的，哎，其实你的运气好好哦，你的运气真的算蛮好的呀，就是每一次基本上都还蛮前面的，每一次都在前半这样子。你的运气很好，哎，你的运气比很多人好好多，很多人那个可能那个10次才有一次前半这样。第一刚好大合照，我也没想到。Hello，福福妈，运气真好，不错。等一下，平常有做好事是不是？运气很好。平常好事做很多，亲。是系统很卡，不然一定更前面。D 已经很前面了啦，D 已经很好了，大家已经很羡慕了。哎，有没有人侧边啊？没有人侧，有没有侧排的？平常好事都在你们身上。啊，是吗？Hello，小白兔，欢迎，欢迎听午安，哎，卢卡嗨，午安，卢 卡午安，你穿这件是吉他那件吗？不是啊，不是，不一样，这件是哪？是跟瑶瑶拍照那件，吉他那件是黑白，嗯，这件是深咖啡。这件是咖啡色，不一样的。谢谢千羽的红包哦。嗨，黄宇，晚安。哎，抢大神有没有抢到位置？侧排吗？霹雳弹，谢谢卢卡。霹雳弹，嗨草莓酱，嗨维吉维纳斯，午安。强大生坐哪里啊？右边啊，你在右边，哪个右边？是离出口，是那个离你们外面。离外面的那个出入口比较远的，是不是？嗨，克里斯，午安，Hello，没抢到啊，没抢到，没想到侧排是不是？所以你坐后面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好位置？看
看起来好像还行啦，就是，在很后面的好像还好，好像大部分都还不错，对不对？就是前半跟侧边还可以，然后上次的另一边，那就是我的左边啊，对不对？我的左边，是我的左边吗？第四排整排甜甜圈，啊，真的，第四排整排甜甜圈，哇塞，前面全部甜甜圈，太猛了吧！遥远的 K 牌山上，苦力鼠黑 K 牌，我的左边，我的左边哦，啊，是哪一个？是我的，是。我的左边，然后偏中，我的左边那边的最左，最靠后台的，还是最靠外面，还是中间啊？大概了解一下，你在哪？第一排都甜甜圈，对啊，哇，第一排都甜甜圈，这样子，这样子看过去，大家看过去就是全部都甜甜圈。全部都那个举一个甜甜圈，李宝到哪里？李宝都跟甜甜圈混在一起。一把都变甜甜圈了，对不对？甜甜圈都是 D，都是 D，没有啊，甜甜圈不 D，甜甜圈很中心诶，中心甜甜圈，中间偏靠近诶。中间偏靠近观众席啊，了解。你确定是我的左边哈？确定是我的左边，就是你确定是靠你们出入口的那一边哈？确定。谢谢洛丽宝的屁屁蛋，Hello。哼，李宝口味甜甜圈，就是已经对，就是已经成已经变质了，已经从李宝变质成甜甜圈的李宝，对，就是已经变质了，你们都变质了，真是，就是跟上次不同边，就跟上次不同边嘛。好啦，OK，哎，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有没有那个位置靠那边的，可以选，就是彩带的位置。我来看看有没有。对，我试试看能不能在那边。你有两个位置选，可以选一跟 P 是侧排是不是？其实一也蛮前面的呀。其实一还蛮前面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看看你们也看得蛮清楚的。一，对啊，一其实还蛮，其实还不错。看你吧，你想要啊？P 是什么？P 是侧边，是不是？看你想要看正前方还是侧边咯？因为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其实一还不错。哦，P 就跟你同一排。P 是侧边的第一排还是第二排啊？P 是侧边的第一排还是第二排？前面的排，后面的排，会被人挡到的吗？P 跟你同一排哦，侧边，彩带会不会打到侧席的墙壁？有可能哦，丢用力点，哈，不会啦，我轻轻丢，不然大家不敢接，怕被打死。
我就太用力，大家怕吧。 T 位置比较没有这么好，第一排，但比较，哦，是第一排哦，哦，啊，侧边的第一排哦，侧边第一排也还不错啦。哦，比较靠出口的，嗯，可是 P 牌你这就算比较靠出口，还是有机会接到彩蛋。哎，可是看表演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对不对？那如果是我，我会选，我应该会选一耶，就是中间，就是前面的中间。对，我可能会选前面的中间。你觉得呢？你想要哪一个？嗯，因为太靠那个后台的，就角度比较不好看到表演，对不对？两个位置都可以坐，为什么？哈，你买了两个位置哦！天哪！啊，你有要卖人吗？为什么要两个位置？哦，靠出口的时候是，嗯，要看背后。表演也是啊，表演也很多要看背后啊，在太后面了，太后面的那边。哦，靠出口的时候，还会想睡啊。哦，朋友让你先选，这么好，谁让你先选？抢到 A 牌，哇！卡丘，你运气这么好，运气太好了，好厉害 ！A 牌耶，陈恩不要难过了，下一次就可以抢到好位置。他们都坐我桌上，哇，怎么这么好啊？太感人了吧，怎么那么好？学识网络的力量，哎，好厉害哦 ，A 牌耶。A 牌真好 ，A 牌 ，A 牌的哪里啊 ？A 牌的中间吗？在那个拍照姐姐旁边吗？看到大一真，我在哪都很大只，我在哪都很大，你坐哪都可以看到很大的我。哇 ，A 牌真好。不过我要看我就是，你知道我们彩带。就踩在位置要猜拳，猜拳，赢的可以站前面，输的就站旁边。我要看我是赢还输，从来没坐过那么前面。哎呦，真好！你是 A 级 ，AA 的级，你小可爱好不好？我很小，我小可爱吗？没有，我大可爱，没有，我太大了，我很大只，我不小，我大只的我。看运气，也许我这次接不到 A 四哦。哎 ，A 四是不是几乎是中间啊 ？A 四几乎是中间、欸，哇，那你可以接卢卡了。反正卢卡是不动 C， 卢卡一直都是在那个位置，他不会变。我可以输吗？我其实还蛮常输的、欸。前两个月都不知道为什么运气特别好就赢了，前两个月不小心就赢了，这只有前两个月，我之前都输的，我就只有前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运气比较好，可能因为可能青云的那个神力太大了，青云可能就哎我坐快点快点站到我前面这样子，哎真的很巧哎，我这两次都。刚好就踩在的位置都离青云有够近的，真的是。然后他还没有接到，哼。然后他还没接到，啊，这一次可能就输了吧。对，这次开拆迁可能就输了，就会站到侧边了这样。输了你赢了世界，这是一首歌哈，很有歌词的感觉。公演前都可以想一下。是谁那么好啊？太好了吧！上庭呢？不知道，上庭还在上班吧？
哎，上庭来了，哎，哎，怎么讲到你就来了，也太巧了吧，哇，怎么讲到你就来了，哎，你坐哪啊？踩扁前面的也要抢到，但是我这次可能猜选输了，我就要站侧边。说曹操，曹操到，说上庭，上庭到，你如何？啊，很后面是不是？嗯，哎呦，怎么大家都还位置还不错呢？其实还有其他位置可以选，只是位置没很好，我就不列入。哎呦，哎呦，真是的。还是请祥玉跟你换一个位置，祥玉有很多位置，怎么那么可怜？哎、欸，我觉得是不是你每次都看太多场？可能你看太多场了，所以他位置就不给你抽好一点，会不会？像那个幸运的位置都查好的，因为他都只看一场，会不会是这样子？位置变成靠手速，资深粉丝很有经验，靠运气就大家都很惨，所以上天是靠运气。Ronaldo 午安，我明明都在累积人品了，可是就是实际上你就是跑了很多场，对，看第一场买谁而已。哦，是我看第一场买谁？啊，上庭第一场买谁？我也都买一场而已，真的强大神。哎，对啊，你的推都在这场，当然只买一场啊，拜托。哎，真的，你的推都这场都。都是 Daisy 的，突然发现，对耶，都是 Daisy 的，怎么这么喜欢 Daisy？ 我这次也才买一场，强大真是 Daisy 的弟弟，专情带给我一点好运，嗯，可能长期的专情就可以有好运吧，嗯。当然先买橘子，十月也有买萨库拉的，好、哦，好吧，那可能，好吧，那好像不一定要专情，对，好像不专情也可以哦，算了，我也不知道，你看像强大的生是 Daisy 大弟弟，他都可以抢到，每次都抢到侧边，都还不错的位置。可能当滴滴也要有技巧的，对，要有技巧性的当，是不是？哎，为什么你们运气那么好？那个每次座位都很好的，快点分享一下。靠学术网络比较有力，那下次要去那个，下次要找那种风水好的地方抢。要找一个好地方抢票，你们下次之后啊，之后我也没有了。之后当弟弟很累的，周边要带很多。狡猾，对吼，你最狡猾了，真的。强大三是我认识过最狡猾的弟弟。手滑，哎、欸，对，右手滑，对，他就是右手滑，右脚滑，对，哎，强大森，你看你这手滑的家伙，哈哈，哎，你还要掉、哦，哎、欸，
你不是说你这次只带一个扇子？你一个扇子你还掉，不 OK 啊？你一个扇子还想掉？掉玻璃鞋。别掉了，别掉了，拿好。这次穿的衣服不用考虑。你要穿瑶瑶吗？穿瑶瑶吧，哎，穿瑶瑶那么可爱，不穿瑶瑶。啊，青云不穿衣服。哦，你真的要不穿衣服来哦？哇，那可以啊，反正你第一排嘛，也没有那么的显眼，就是只有知道，只有附近人知道你没穿衣服，哎，可以耶，可以耶，哇，青云不穿了，哇，可以啦，可以啦，看有几个成员发现有粉丝没穿衣服，嗨阿翔我，嗨阿翔我，嗨阿翔我，哈哈。哈哈，想想，会不穿衣服，会不穿衣服，衣服。但是听说你是第一排，对不对？听说你是第一排，听说甜甜圈都在第一排。哇，第一排耶！哇，第一排耶，还很好，第一排看得蛮清楚的，第一排蛮清楚的。嗨，雷克 ，hello 的。嗨，雷克，卡卡的，卡卡的，我看起来挺，我手机卡卡的，我看起来挺顺的耶，卡卡的吗？哦，他是不在第。哦，他是那是卡丘太厉害，卡丘 A 牌超厉害的，那圣远你是哪里啊？你坐哪？哇，这甜甜圈这么多，扣掉了这么多，扣掉了乔纳森，还有好多第一排的，是不是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我以为我在甜甜圈已经了如指掌了，结果其实没有。是卡卡吗？真的卡卡的哦。现在还卡卡的吗？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第一排小圈圈。那你是几排？你坐哪呀？你坐哪里呀？还有你没掌握到的，对，还有很多我没有掌握到的。哦，现在顺了是不是？太好了。哦，第一排啊！啊，真的、啊！天哪，你也第一排啊！哇，好厉害哦！太猛了吧！为什么可以抢到 A 排啊？哇，圣元你也 A 牌，怎么那么厉害？我怎么可以抢到 A 哦？好厉害！抽卡丘的福啊、哦，是卡丘帮你抢的。卡丘一次抢两张哦，这么厉害，可以一次抢两张哦。哇，你们都 A 牌，好厉害哦！谢谢乔纳森的一封信，他抢两张，学术的力量。哎、欸，很厉害哎、欸！哎、欸，你们其他人以后都拜托卡丘抢，都请卡丘抢一下，好强啊、哦！哦，哇，所以他帮你抢到 A 牌，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听说还抢输一个人，下次要拼 A1 哦，所以剩下是 A2 还 A3？只能抢两张啊？为什么一个人只能抢两张吗？
哎呦，好厉害哦！怎么可以抢到 A 呀、啊？最多能选两张，太厉害了！下次帮上庭抢，下次他下次应该不会，应该还好了啦。太扯了，对啊，怎么厉害？A 牌。哇！啊，下次不用抢，下次你不在上庭就坐后面就好，上庭就不用去啦。我在哪里都可以了。哦，你还会去啊？你是不是啊？什么？你不知道新竹附近的网络都是从交大这边出去的吗？真的啊？我不知道哎、欸。是啊、哦，所以我在交大直播会特别顺了。是不是？你早上还做噩梦？为什么做噩梦？怕没抢到位置吗？会去一下维持热情。哎，啊，滴滴的，对，滴滴就是这样，是不是滴滴？所有网络资讯，交大这边是输出口，所以交大直播特别顺，是这样子吗？哇，哎，那你们以后就学聪明点啊，去交大抢。希望明年不会遇到他，呵呵，乔纳森呐，哎呦，等等，差不多要回去上班了，小玉加油啊，小玉上班加油，公演见，期待公演看到你。我梦到我一直按错选项，最后选到三 D，要2年后连 call 都不会喊。什么网络机房旁边？哦，基地台旁边抢票，哎呦，你们真的为了抢票也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盛源你没有在基地台旁边抢？还是那个卡丘那边还是比较厉害，是不是？我印象中你之前位置都蛮前面的，啊，学校网络需要学生证照明，哈哈，原来如此，哎，baby 过来，哦，来了，耶 谢谢青云，baby 过来，哎，听说你不知道有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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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原来你不知道哦，哎，我这要说到好久以前了。我好久以前最一开始接触 AKB 的时候，这首歌就是我最一开始听的前面几首歌其中之一。I love you, baby, baby, baby，那首你知道吧？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对不对？我刚接触 AKB 的时候，最一开始听的前面几首，其中一首就是这个。青雨没看粉家。这很久以前了，而且我们有，而且那个好像是 Sakura 吧，Sakura 有表演过这首歌。今天11点才睡醒，不然我就去台大用学术网络好。对啊，你可以去台大用啊，你可以试试看啊，那个搞不好台大的网络也很好。对啊，你可以去台大用台大的网络抢一下。我以为这6日还有直播，没有没有没有，就下礼拜了。刚睡醒，在家里哦。以后还是用抽的好。为什么用抽的好？你们应该很多人想要用抢的吧？哦，因为 SH 是那种，哦，对啊，以前明星会有表演一次日文版的，对啊，啊，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还没入坑，对不对？还是你们没有看 Sakura，反正 Sakura 有表演过一次，我记得一次还两次的样子。用抢的还没上传过，哈哈！哎，你看运气有够好，为什么去年你运气那么好啊？真是的。那个上庭你应该要拜托青云多帮你抢一张才对。运气怎么那么好啊？用抢的很早就知道位置了，至少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横竖都删，怀念以前的迷你孔。真的、啊，你比较喜欢迷你孔啊？我觉得 reset 比较酷哎、欸，就是，哎、欸，抢到票，抢到票了啊、哦！燕婷右边侧排，哎、欸，恭喜哇！侧排很好啊，侧排好耶，恭喜你，燕婷，右边侧排，右边是哪边、啊？我的右边，你的右边、啊，哪一边的右边、啊？他有拜托啊、哦？是啊、哦，我抢了一张就没了啊！啊，不是可以一次抢两张吗？不是可以一次抢两张、啊？卡丘不是一次抢两张？还有你的天使尾巴啊，哈哈，狐猴尾巴，对啊，以前那个。可是我觉得 reset 的歌比较，就是舞蹈比较激烈一点。就是 mini con 的歌都比较轻松，就是比较没有舞蹈表演的感觉。再加一个更前面的 A 加会员 A plus 会员席，哈哈，太夸张了！哎，你的位置已经很好了，你的位置已经很好了，三元 A 耶，很好了。右区应该是你们表演时的左右手边，嗯、哦。我不敢按两张的，它一定是连号。连号不好吗？连号也不错。少按一次哦。哦，连号到更后面。哦。那卡丘人真好。而且也运气也真好。按了两次买连号，居然还是 A 牌的，太厉害。官网说一人每笔订单限一张，是吗？可是卡丘两张呢，我多按那一次才没抢到 A1。哎，你已经很好了啦。A4 哎、欸、，A3 A4 是不是很好了？很厉害，已经够强了。哦，用抢的都一样的人在前面，是不是？用抽的比较和平。哎、欸，那抢到是你人不错哎、欸，你好善良哦。你好善良，就是愿意用抽的和平一点。哎、欸，对啊，用抢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人在前面，就是因为就是手速快的那几个人就会在前面。每次都那几个，真的要去上班了。小雨拜拜，小雨上班加油，拜拜。连号可能卡到一排就往后跑哦，是这样子、哦。我和卡丘说好，看谁位置前面解谁的。啊，你 H 牌哦，真的、哦。啊，虽然居然 H 牌，可是你之前不是都抢到很前面吗？我记得你也是，就是你也是那个。固定在坐很蛮前面的那几个之一，你之前都坐很前面的，你之前都就是都有在中间，以前中间的前面。官网说限购一张，真的哦，可是有人买到两张，生日会抢票都坐第一排。哎，为什么抢票抢？为什么那么会抢？真的是交大太厉害了，是不是？用抽的都蛮前面的啊、哦，所以社员是前面是用抽的、哦，坐前面是用抽的啊。哎呦，那我觉得其实，对啊，其实可以轮流一下，轮流，偶尔用抽的，偶尔用抢的，对啊，不然抢的就真的网速比较不好的就抢不到，抢的就会变成就是。固定那几个，一直都在前面。用抢的最好，哎，搞不好你用抽的运气很好，对不对？你们没有试过，忘记填单，那也没办法。哎，反正对我来说也最后了，就是。近一两年来最后一场，
之后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抢的。哎呦，你们下次记得抢的时候去个好位置抢啦。第一次抽就抽到侧席第一排，对啊，你看你抽，哎、欸，你运气好好，你真的运气很好哎、欸，你用抽的也抽到还不错的位置，排队制，你会想要夜排哦，那很累耶，你会想夜排哦，夜排不会太辛苦吗？夜排，有谁想要夜排的？夜排好累的感觉，第二是山顶，然后后面都一二排，真的运气很好。抽的还有杜绝黄牛风险的好处哦，那感觉抽的好像比较好，就是嗯，好像好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对对那些网速好的人来说，就会难过。他们就是网速好，难得网速好嘛，对不对？对啊，你们以后那个抢票，找个网速好的地方抢，找网速好的地方抢。上次 TP 活动夜排。哈，真的假的？我们有活动夜排哦。我们什么活动夜排？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有活动是夜排，半夜三点开始排。哇啊，你有去排吗？你也在排是不是？网速好就可以当黄牛。按入场顺序，早上10点就去排，早上10点还好啦，人家半夜3点，我宁愿用抽的，宁愿直接帮我抽到第一排跟侧席，哇，不错啊！可是你刚刚自己抢，不是也抢到侧席，还可以。哦，第一次发表 TP 的时候，哇，好久以前，太久以前了吧，太久以前了吧。你说那个8月26号那个是不是？好久以前了，那你们一定很累，对不对？生日会是晚上6点开始，哦，半夜3点是早上的活动，啊、哦，哇，哎，那其实排队感觉好像还不错，排队就很有参加活动的感觉，你们会想要用排队的吗？有排过一整天、啊、排乐团活动结束吃饭吃到睡着，一定的啊，你半夜三点开始排一定会睡着，太累了。我抢到是因为有人没交款捡到的，运气好哦，运气好呢，捡到好位置，哇，排队可能会打扰到附近店家吧。乌梅应该还好吧，乌梅后旁边不是空的吗？有次排队认识一个帮女生朋友排的，之前有一次被抱怨过影响旁边店家生意的样子，啊，所以后来就不排了。后来她男朋友也来了，这么帮女朋友排，帮女生朋友啊。帮女生朋友排，但是她不是她男朋友，啊哈哈，哎，好可怜哦，是啊、哦，帮她女生朋友排，然后结果最后是那个女生朋友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表演，好难过、哦、啊，哈，生日会吵到被住家报警，天哪，这么严重啊、哦，哇塞，还被报警。哇，那好像对啦，还是抽一抽的，抽一抽抢一抢的比较好。夜排就是排队的可能问题比较多，
以前 Love Life 来台湾，我从早八排到一点才买到周边，好排好久哦。我记得我排过最久的队，好像大概就排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吧。我记得我是为了吃好吃的才排的。我为了我忘记是吃什么，反正好像很久以前，还蛮久了，好几大概有五六年前了吧。就好像为了吃个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排了三个小时吧。谢谢福福妈，瞅瞅你。哎，对，我今天是不是说我要来画睫毛？帮别人排队，让别人看演唱会约会，好可怜哦，真的是。对，哎，好可怜。哎，对啦，我不是说我要画睫吗？盛源，你还记得你当初有讲的吗？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只要一画睫毛看起来就很浓吗？然后你不是提议说，那如果什么都不画，只画睫毛的话，会不会很浓？对，我现在就要来试试看，只画睫毛会不会很浓。我们来看一下，只画睫毛会不会很浓？排斥的，对啊，我就是去排斥的。哎，结果好像也没有很好吃。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排完就很后悔，想说我干嘛花那么多时间排，就也没有到很好吃。所以我后来就不太喜欢排，就是我后来就不太想排队了。就是后来可能看到什么很多人排队的食物，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等之后没有那么夯的时候再来买这样子。排斥。我忘了哎，我好久以前了，我已经忘记我是吃什么了，而且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很好吃。为了食物排很久后吃到不好吃跟火大，对，而其实也没有不好吃啊，只是说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就是还是好吃的，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就是比我期待的，比我期待的还低了一点啊，对，就是你知道，因为哎排很久啊，你知道排那么久的，对，就会期待它是很好吃，你知道，就是排越久。会越期待那个，那是等比例去计算的，对，排越久就会对他期待越高。结果我排那么久，然后也没就是没有到我期待的那么好吃，就觉得有点失望。就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我期待的好吃。谢谢福福猫的小金蛋，我去拿我的睫毛膏，等我一下。你们跟沙发还有吹风机打个招呼吧。还有排到前一个卖完那个没有吃到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对不对？Hello， 阿Ben，牛洞店，然后一直在很多人排队，对不对？懂。你要把吹风机抱回家，不行，这样我就没吹风机了。然后眼睛还是肿肿的，我前几天不是说眼睛肿肿的吗？哎，都还没消哎，等我一下，我去拿个，让我眼睛看起来。对，眼睛肿肿。我把吹风机带回家，要吹什么？后面那个雕像，青蛙，对，是青蛙，蟾蜍。谢谢阿白的枫叶，肥肥的招财猫。肥肥的招财蛙，好暗哦！哎呀！哎呦天哪！哎呦喂！哎呦喂！抱歉，我屁股太大了，我屁股太大了，我把你撞倒了，我大屁股撞倒你们了，抱歉。
组太大了，被我屁股撞到了。胖胖的，对，我屁股太大了，把你撞到了，很抱歉。多的肉都给你啊，可以可以，谢谢你帮我收肉，太棒了。我来粘个，粘个让我眼睛看起来不要那么。想被撞到啊，很小哦。哎，我的眼睛都还是看起来肿肿怪怪。还是很乖，哎，算了，没关系，我们就直接画吧。我们来画吧。公眼见一个撞一个，哈哈，好可怕。我们直接来画睫毛吧，不管了。这只眼睛就是乖乖的，就是水肿水肿。啊，算了，没关系。画完睫毛可能没差很多，我觉得会耶，我觉得应该会差蛮多。我觉得会看起来比较浓。来吧，那我们来纸画睫毛试试。啊，妹妹回来了，吵吵的人回来了，好红哦。怎么瑶瑶一听到你们回来就开始叫？哎，我剧场不去了。哦，哎，你干嘛讲我在直播？啊？啊，你还在直播？你不在卸妆吗？我在化妆，还卸了妆。哈哈哈。真的，你直播的时候不像直播。我还以为你好了，哈哈。没有。姐姐，今天给那个教练掐了，掐真的。对。哇，你看，已经染湿了。我要把它撕了啦，真是的，这贴了感觉也没比较好。现在要吃吗？不贴了。你嘴巴会变紫色哦。晚点见，好，晚点见。来，你先陪我吃吃。你等一下，他吃到果子不能吃。知道。给教练掐，哎，快点继续讲，有人在听你分享。掐得很痛。掐了。教练才会放手，他很用力。真的啊，为什么要掐脖子？他会掐到动作到位才会放开。啊，为什么要掐脖子？他是要你、要你干嘛？一个技巧。攻击啊！如果人家攻击你，不攻击回去。就是说。哦，他要你学掐脖子啊、哦。下次一样是一个招式的。下次被人家掐了，要怎么弄掉？啊，你有把它解开吗？现在今天是教怎么掐住，之后就要教被掐的人要怎么。弄掉。那为什么要学被别人掐？为什么要学被别人掐？你要感受那种感觉啊！哈，你知道还要感受那种感觉、啊，不然你要怎么？你弄人家，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当被掐住的时候，你会不会慌？主要就是不能慌，哦、你要习惯被掐住。但
到了车子里，他一直哦哦哦哦，真的假的？这么严重？超难受的，因为这个掐是这样子。弟弟会什么招式啊？这个这样子左右弄住，是这样子掐。哦，真的？是往旁边用力，是用夹的，是用手臂这里掐着脖子。嗯，这样子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里抓，这里抓，然后这样子，你们的手是抓在后面这样子。没有没有，你就想蛋饼嘛，那筷子，交叉这样切，切切切嘛。啊啊好。两只手就像筷子夹蛋饼一样。啊，弟弟会什么招式啊？往前面这样子，砰！会跌倒，会跌倒，他学会跌倒。没有啦，那个十字固三角锁，还有一些木栓锁什么的，很多，挺多的。弟弟，洗手间你要先用吗？那是表演。还有那个剪刀脚那些腰扫。剪刀脚。就是把别人翻过来的。然后就是腰扫、剪刀脚这一些做完之后，再接十字固跟三角锁。那你会打你可以绕倒人了吗？你要我绕倒教练，这有点难。你去上那个啊，其他课跟给别人打课啊、哦。那个基本上就是互练。对啊，你就试试看。可是那个不会反抗啊，只有教练会跟我反抗。互练？那互练可以不是可以练绕倒别人？互练是练动作，就是对、啊、抽到自己对方不会用力，就是让你弄倒这样。哦，就只是练动作。对对对。那你可以跟找一个比较壮的人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来互打看看这样子？我还是初始一点再说。没差，可以试试。好，我要来画睫毛膏了。我先来睫毛打底一下。我怕一个不小心把全都拿出来。会用错啊？会用错，怕我用错，用错很危险。哦，所以你说你还不够熟悉，不敢这样，是不是？对啊，就是怕把别人弄伤。哦，不是怕自己受伤啊？不是，是怕把别人弄伤。好吧。这样可能一个地方没弄好，你轻轻一弄就啪。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互打？我至少让我学一个月。不过教练希望我那个去新加坡去那个。好好好好好。弟弟，你算了，你还是去上个厕所吧。你播了几遍？差不多，差不多。我来画一下。你看，大家说你白痴了。哎、嗯，还行哦。和弟弟 PK， 青云和弟弟 PK 一下，哎、欸，可以哦，青云来，那个够壮够大，可以，哎、欸，跟弟弟差不多，哎，就是比较壮硕的，来来来，可以去打摔跤，对啊，去打摔跤可以。什么来试试看画睫毛。为什么还要直播啊？那么早？为什么？我想找，哎呦，来试试找直播、啊。为什么那边睫毛特别长，这边睫毛特别短？哪边的睫毛特别长？这边。你说画过的地方特别长吗？好像是。当然啦、啊，不然画睫毛的用处是什么？我不知道。好啦，有没有画完睫毛有没有比较看起来妆比较浓一点？我的身高刚好可以给我掐，是不是？可以试试哦。到时候那个握手会，然后每一个人试掐一下，这样子有吗？我现在画一只，哎呦。看起来有化妆吗？有化妆的感觉了，掐回家都可以。所以，我其他什么都没画，只画睫毛膏。你把你的衣服放。
感觉怎么样？感觉是还蛮浓的，对不对？是不是？再画个口红就全好了。那好像真的只要画了睫毛，感觉就整个就变浓了耶。画个睫毛就整个变浓的感觉。其实不用画就有点好，眼睛这样比较好看啊。当然啦、啊，化妆，化妆就是为了要变更好看的嘛，对不对？拿走啊，等下吃了就糟糕了。叫他走，不要叫我。那我要画红子脸，红子脸。那可以画画，老师看。嗯，还行。嗯。好漂亮啊、哦！很那个。你只画睫毛，我应该是不会发现你今天有画睫毛，真的吗？不会发现吗？应该蛮明显的吧？很明显。黑眼圈变深了，真的、啊？真的吗？黑眼圈感觉又变深了。哎，是不是因为睫毛膏的关系？就是因为涂上去那个，涂上去之后看起来就暗暗的。然后就感觉起来黑眼圈变深，通常是这样子画。那你休息了吗？嗯。我还要写功课。哦，好漂亮。好啦，完美。OK， 我就是只画了睫毛，今天就是只画睫毛，感觉怎么样？感觉如何？做不出来了，再挤。哦，掉了。掉了，就这样就掉了。哦，如果用完的话，好，就这样。好，你可以拿来画画。好。不会特别去看睫毛，要是看你本人不是。直播可能有机会看出来，哦，真的吗？我以为你们直播就是也看得出来，还是不够明显。所以我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不会觉得，嗯，谢谢洛里宝，谢谢洛里宝的 baby 过来。我以为你们会觉得蛮明显的，所以有感觉我有化妆吗？看本人就晕了，哪里注意得到？你可以做做看一下，不要紫色的。啊耶！所以这到底算？所以我这到底是就是算，嗯。那个实验结果是如何？给你啊，我让开了，拿去。你快让开了、哦。我实验结果是怎么样？是有。你走，小心姐姐的脚。等一下。是画完真的是画睫毛真的看起来比较浓吗？还是差不多？看一阵那么久，有什么小差异都看得出来？真的吗？真的吗？看得出来是不是？4:30。再画个口红就完妆了，对不对？好啦，我念排名啦。你有跌倒吗？
就感觉有化妆但不会很浓哦，然后加口红就很浓。来念排名的，不然我涂点口红。哇、哦，谢谢三月的告白气球。你看没了。谢谢善缘，我来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吻，先让我擦好了，我来擦，然后给你一个吻，给你一个红吻。怎么知道？好，数作3435，数作最简单。哎呦，爱心哎。耶、yeah, ！谢谢乔纳森，嗯、爱心、哦、爱心。那个要干嘛？记页的、啊，不用一直翻。哦。一直翻太麻烦了。哎、欸。嗯。不会。不会，第一题就不会了。第三题。第三题，那你第一题会吗？1、2、3会。一二三，那赶快写1、2、3啊。1、2、1 好 ，OK， 好，真棒。这题我还没看。嗯、Hi Grace， 谢谢 Grace 的玫瑰。食品工厉害，谢谢李，谢谢洛里宝。还是不会是不是？我念排名喽。还是不会。好呢。第十名 Grace， 谢谢第九名超哥，谢谢第八名 Grace， 谢谢第七名。草莓酱，谢谢第六名阿 Ben， 谢谢第五名盛源，谢谢第四名，你今天妆好浓，什么啊？很浓吗？第四名强大森，谢谢第三名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第二名青云，谢谢青云，才刚刚变漂亮就要关了，什么？我刚刚不漂亮吗？等一下。我刚刚不漂亮吗？什么叫才刚变漂亮？第一名充电洛丽宝，谢谢洛丽宝耶！我刚刚不漂亮吗？请说清楚，把话说清楚。这个是同一个，知道。他糖450公克，他有几包？六包。耶！金头像可爱呀。他有几包？八包。对。好，请问。一包糖跟一包盐什么真难伺候哎、欸、不对吧好啦好啦下次见啦下礼拜二吧我记得是礼拜二对啊青云刚怎么青云说刚刚不漂亮你看青云说刚刚不漂亮太可恶了青云怎么可以这样好啦下次见青云，下次见，拜拜，拜拜，贵司，拜拜，下礼拜二见。青云，你胖哎，青云，拜拜，燕婷，拜拜，盛源，拜拜，尚婷，拜拜，洛丽宝，拜拜，福福猫，拜拜，拜拜，月下，拜拜，拜拜，阿翔，拜拜，瑶瑶，好大声啊！瑶瑶也想要出场，拜拜。